历史，就是昨天，就是正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县令、昭陵、乾陵、定陵、乔陵、泰陵，这是初唐、盛唐时期的帝陵。从公元618年到公元755年，这130多年的时间里，大唐王朝如日东升，灿烂的光辉照亮了世界，成为5000年文明史上最耀眼的明珠。建陵、元陵、崇陵、封陵、景陵，五座中唐帝陵，从公元756年到公元820年，从安史之乱开始，晴天霹雳，暴雨滂沱，中唐的帝王驾驭着神兽，在硝烟四起的战乱中泥泞前行。公元821年，从这座帝陵的主人开始，阴沉的天空，厚厚的浊云，像铁笼一样禁锢着长安，在放纵与混沌中，晚唐斜日西沉，暮景残光。这座帝陵的主人是唐朝历史上皇帝儿子最多的一位，总共五个儿子，就有三位当了皇帝。他26岁坐上龙椅，精力充沛，光焰满天，原本可以创造一番纵横寰宇的丰功伟绩，再创大唐王朝新的巅峰。然而他游幸无常，荒于朝政，喜服金丹，重蹈覆辙，是一位不能守成的败家皇帝。藩镇平服的大好局面宛如过眼云烟，元和中兴的璀璨瞬间变得黯然无光。短短四年，而立之年的帝王恍惚之间葬送了自己。从这座帝陵开始，大唐王朝这轮壮美夕阳开始惨然灰暗，慢慢走向熄灭。历经岁月沧桑的土墙，单腿屹立，怒目远视的雄狮，倒伏于地，分崩离析的华表，土路道边，被垒在田埂里的石人，仰卧荆棘丛中，横尸田野的武将，无声忍受着断腿之痛，淹没于荒草之中的丈马，这些1000多年前的皇陵时刻，仿佛用自己的姿态在默默地倾诉，为这位壮年继位游幸无常的帝王叹息。守以成之业而不保，原本神圣威严的皇陵禁地，竟是如此的残破荒野，杂乱无章。这就是光陵印象，这就是晚唐第一帝陵光陵。光陵是陕西省蒲城县四座唐代帝陵之一，位于县城北部，
依次为乔岭、景岭、光岭、泰岭，是两对父子的地岭。景岭与光岭是相隔最近的一对父子堂岭，山岭规模、山形、山势也大体相似，但为什么光岭的主人却未能收获平伏藩镇、元和中兴的丰硕果实，葬送先帝江山一统的基业呢？这是蒲城县以北约7公里的光岭村，麦田的远方就是光岭的瑶山，山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延续到蒲城县城。六月是小麦收获的季节，麦粒就像一颗颗金色的种子，金灿灿的麦田躺在暖暖的阳光之下，等待着辛勤耕耘后的收割。然而谁又能想到一位游乐天子即将来临，藩镇平伏的收获即将付之一炬。短短两年之后，元和中兴的果实变得颗粒无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光岭的主人唐穆宗李恒是唐宪宗李纯的第三个儿子，四朝重臣郭子仪的孙女郭贵妃所生。公元820年2月，26岁的唐穆宗李恒在宦官拥立下继位，次年改元长庆。对于帝王来说，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年龄。唐太宗是29岁登基，唐玄宗则是28岁。壮年继位本该励精图治，但唐穆宗没有效仿他们，而是纵情享乐，不问政事。登基伊始，先帝尚未下葬，这位新君就表现出游乐无度、赏赐无节的本性。在大明宫的丹凤门，李恒登上城楼观看昌幽杂戏，随后又兴致勃勃到左神策军中观看首博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陈辉、酒仙等门观绝底杂戏。这里是今天大明宫的左银台门遗址。1000多年前，门外设有夹城，驻屯着左神策军。每隔3天，唐穆宗李恒都要到这里观看神策军摔跤、杂技等表演，兴起之时大肆赏赐。8月，李恒下旨开挖禁苑鱼藻池，修假山、宫殿，同时重金修整京城佛寺，肆意挥霍，游乐无度。同年11月，西北边关告急，李恒置之不理，并传旨游驾华清宫，群臣拜伏宫门外，再三劝谏，上曰：“朕已成形，不反章书。”这位荒唐的新君身为三皇子，如此喜于游乐，不思朝政，他果真是英明神武，号称唐宪三宗的唐宪宗李纯指定的继承人吗？在今天西安市临潼区春树村，有一座唐代太子墓，地面现存覆斗形封土，残高约10米。
据出土玉册记载，墓主人是唐宪宗长子惠昭太子李宁。李宁心性高洁，不染尘埃，深受宪宗喜爱，元和四年封为太子。但两年之后，19岁太子李宁突然病亡，宪宗悲痛欲绝，废朝13日，葬于长安东北，就是今天的这座惠昭太子墓。有学者指出，太子李宁之死或与三皇子李恒生母郭贵妃有关。李恒能登上皇位，主要得益于生母郭贵妃与宦臣，而曾经弑杀唐宪宗的宦官急于扶持新君，投其所好，李恒更加无所顾忌，沉于游乐。如此登上帝位的君王，岂能勤于政务？这是大明宫清思殿遗址，是唐穆宗李恒的寝宫。清思殿呈长方形，南北长28米，东西宽33米，外围长廊，因院落宽阔，称为清思院。据考古发现，清思院中原有马球场，球场地面用油浇筑，经夯打滚压，平望若地，下看幽静，减少尘土飞扬。马球除了在球场上打，还会在出行和打猎时在野外进行。唐代墓室壁画中，青山古树为背景的山间旷野，十余人在打马球，有的御马飞驰奔向赛场，有的扬起球杆准备击球，有的手握缰绳奋力追逐，场面激烈，声动传神。唐朝是马球运动的黄金时代，有一半以上的大唐皇帝都爱好马球。外国学者认为它起源于波斯，经西域传入长安。也有学者认为马球是从中国古代蹴鞠演变而来的。汉代盛行蹴鞠，在比赛结束后，球场上后走的人往往会骑在马上，挥舞手中的兵器，拨弄地上的球，做一阵游戏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鸡鞠，也就是马球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上与宦官击球于禁中，由宦官坠马，上京，因得封疾。长庆2年11月，大明宫清思殿，唐穆宗与宦官内臣打马球时发生意外，一位宦官突然坠马，惊马嘶鸣，直向穆宗李恒奔来。李恒惊吓过度，头晕目眩，双脚不能履地，中风卧床不起。从此唐穆宗李恒开始效法宪宗，服食金丹，以求长生不老。尽管即位之初斩杀了为先帝炼丹的术士，但穆宗认为先帝暴崩纯属意外，自己需要换服另一种丹药罢了。今天在清思殿遗址有3面巨大的镜子，时刻告诫人们，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
可惜而立之年的穆宗李恒不以宪宗为敬，沉迷丹药，重蹈覆辙。长庆四年正月，公元824年2月，李恒因单独入谷，旧疾复发，驾崩于大明宫清思殿，年仅30岁。群臣上谥曰：“睿圣文惠孝皇帝”，庙号穆宗。10个月后，葬于光陵。光陵位于陕西省蒲城县北约7公里处的瑶山西麓。瑶山海拔1091米，苍翠雄浑，连绵起伏，巍然屹立。瑶山之南是光陵村，横跨在南门神道上。神道与村庄交汇的十字路口有2块文物保护碑，这就是光陵。光陵按照依山为陵的葬制布局，与唐宪宗景陵相同。据《长安志》记载，光陵峰内40里，下宫距陵5里。光陵陵园呈长方形，城垣四面各辟一门，以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四神命名，四角至角阙，东西二门相距2700米，南北二门相距3200米。南门外设神道，长600米，其南筑乳台一对，现存东侧乳台遗址，残高3.5米。乳台以北100米是光陵的华表，东西华表均倒伏于地，东侧华表宝顶保存较好，柱身8棱形，段为2节，阴线刻有蔓草纹饰。华表底座半悬于田埂之上，宝顶、柱身、底座榫卯结构明显。华表底座为3层结构，自下而上为方底、圆盘环座、8棱形柱身基础。这种增加柱身基础的底座造型，是唐18陵中唯一的。西侧华表呈南北向倒伏，柱头宝顶居北，柱身居南，段为2节，底座残损，柱身花纹刻画细腻，清晰可见。华表以北23米是光陵的驿马，驿马身长2.1米，身高2.65米，西侧雌性驿马身体肥硕，颈束短鬃，腹尾马嘴一回，双翼为3长赤翎，马腿粗壮有力，腹下雕卷云纹，呈 C 型或 S 型排列，云纹曲折盘卷，流动飞舞。东侧雄性驿马立于一片花椒地里，昂首挺胸，头顶独角，颈披长鬃，马尾下垂，卷云纹雕凿细腻，自然飘逸。驿马以北原有鸵鸟一对，现踪迹皆无。在东侧驿马北43米处，仅存残损丈马一件，雕琢痕迹明显。光陵南门神道现有石人翁仲3件，
皆为西侧武将翁冢。西侧一马北约230米处，一片树丛之中，是光岭唯一一件站立的翁冢。十人武将头部一回，着宽袖长袍，双手主剑于胸前。再向北87米处，土路边，可见横卧的巨石，裸露出宽袖长袍刻纹。翁冢被垒叠在厚厚的土层中，用没有头颅的身躯守护着这条狭窄的光岭土道。横卧石人以北77米，另一尊石人侧卧在田地边的荆棘丛中，躯干大体完好，双手主剑，头部残损。不远处是南门的阙台遗址，夯土底边长18米，高约3米，东西两阙相距102米。阙台遗址北66米处是光陵的南门石狮，两狮相距22米。东侧雄狮方头突目，卷毛闭口，下颌3缕胡须，面部表情呆滞，胸肌发达，右腿残损，单腿屹立于底座之上，看尽沧海桑田，世事浮沉。西侧雌狮蹲坐在露西的杂草中，颧骨突出，牙齿外露，四肢粗壮，脚趾抓地。狮狮风化严重，雕刻细节模糊不清，远远望去一副顺从憨笑的表情。细心的游人能够发现，在东侧雄狮的背后刻了几个大字，名晋山雷前游记，像是明朝游客留下的印记。如果发生在唐代，会有很严重的后果。据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《唐律疏议》记载，擅自闯入皇陵禁地，服刑2年，砍伐陵区树木，服刑2年半，偷盗陵区大肆神谕之物者，流放2500里。偷盗皇帝陵寝是谋大逆，不仅本人被处死，而且连及全族，流放3000里。南门石狮、石人等石刻被人为破损严重，如果按照唐律疏议，将会有多少人被处死和流放千里。有人破坏唐陵，也有人在保护唐陵。沿着神道继续向北745米，灵山脚下矗立着一块墓碑，上书唐穆宗光陵，立于献殿遗址之上，是240多年前陕西巡抚毕沅保护陕西文物古迹的历史见证。光陵的东门在一片山地缓坡之上，双乳般隆起的阙台遗址和两尊石狮是千年岁月雕凿的功力。遥望着东方的麦田和起伏的山峦，柔美刚毅，心境旷大。远处的山峦就是泰陵金粟山。东门石狮立于5米见方的平台之上，高1.7米。北侧雄狮颧骨突出，
闭口露齿，方头突目，粗犷拙朴。南侧雌狮，张口吐舌，含笑前世，肌肉发达，双爪有力，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沙粉尘，好似一场大战得胜归来。然而就在几年前，南侧雌狮却没这么潇洒。没错，这就是被毁的东门南侧雌狮。破损的石狮碎块塞满在双腿之间，狮头倒地，浑身裂痕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据村民回忆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东门石狮遭到犯罪分子使用炸药爆破，轰隆一声巨响，粉末碎石散布在几百平方米的荒野。2017年，陕西文物保护部门对东门遗址进行了修复，历时数月时间，上百块碎片进行拼对，南侧雌狮重新昂首挺立，守护在光临东门。灵山以西北窑村的一块田地里，是光临的西门遗址。西门石狮高约 1.7 米，立于双层石座之上。南侧雄狮巨头卷毛，肌肉强健，身体后蹲，稳如泰山。北侧雌狮突目隆鼻，阔口利齿，舌顶上颌，浑润传神。虽石锈斑斑，风化严重，但也给人不可撼动、气宇高昂之感。相比南门、东门石狮，西门石狮底座结实厚重。光临北门在瑶山北面山坡上，距离南门3200米，北门阙台间距75米。遗址现存石狮一尊，残石马六件。这是北门仅存的西侧雄狮，额头全部损毁，苔藓与石锈布满在伤残的躯体之上。石狮向前不远处，是北门保存较好的一匹丈马。丈马体型较短，长 1.5 米，四肢损毁。行走在光临北门遗址，沧桑残破的石狮，横七竖八的丈马，大唐的兴衰早已隐落在历史的长河里。只有这残存的石刻，还在默默守卫着它的主人，在为这位玩乐败家的天子惋惜。唐穆宗李恒是晚唐第一位帝王，壮年继位，却宴乐过多，田游无度，不以天下为己任。他宦官拥立，游幸无常，授以成职业而不保，元和中兴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。他喜服金丹，执迷不悟，蹈以妇之辙而不拔，成为紧跟唐宪宗之后沉迷丹药、毒发暴崩的帝王。落日余晖下的瑶山雄浑壮美，绽放着无限魅力的青春体魄，诉说着这位玩物丧志、未能继承大好河山、光临主人的往事。大唐
唐王朝的下一任帝王能否以史为鉴，以人为镜，正衣冠，勤政务，迷途知返，创造晚唐的奇迹。